那也是第一章的时候在里面，可是没有打出来，没有打出来，对，都是打的前三波都是慢歌，那你就把它打出来啊，那什么啊，是啊，这个歌就是还没有，是我听错了还是？就这个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对不对？有时候是很这个，只是我们联想力太多了。我们这种笑，这种笑有的时候就糟了，就有一点。哎，不是，是我的，你是很正常的回答，是我不应该乱想，是吧？这个对，那首歌就是说没有泼墨到，就很彻底就对了，是吧？对。哎，就是很能跳，你能唱能跳能进啊，也能够这个动感的都可以。